我好兴奋呐、啊，史丹利！无情单杀，无情双杀，不啊！凯西，先唱歌。有人说要先还愿呐、啊，啊哪一首？还出卖？出你老师啦！出，出你个外韩籍啦！出刷啦！要爱爱是不是？可是我不太会唱哎、欸，我要听一次要爱爱。哪一个版本的？王林的，还是依婷的？我要关视讯唱哦。我关视讯唱没什么问题吧？什么不行？哎、欸，没有人说我要开视讯，怎样？怎么没诚意？那我要不要把衣服裤子都脱掉？删给我，我没办法删给我啊，我没有那个软体可以删给我啊。视讯叫他是不是？三个我，三个我，一个我。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。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不用重来，为什么要重来？现在是怎样？为什么要重来？没有感情啊！我开视讯就都不会有感情啊，为什么还有感情？干，你不要唧唧歪歪哦！啊，我就是没感情呗。干，唱这首歌怎么可能会有感情呢、啊？还愿想不想要纸？好好好。好啦，不要啰嗦啊，我要唱啦。有感情的是不是？要怎么样才是有感情？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。为什么我当初要讲这种事情呢、啊？为什么我要唱歌有4000多个人呢、啊？好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在上礼拜五的那个凌晨啊，2:20啊，合到这个纸片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要来还愿啦啊，因为观众要求啊，他们强迫我，不，我自愿。我自愿，我自愿，我自愿要唱这个依婷版本的《要爱爱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太开心了，好，开始。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。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没有爱爱变老太，哦哦哦哦，比个爱心，对不对？好辛苦哦，好辛苦哦，爱心呢？爱心。帅哥停下来看看我漂亮的脸颊，满足我的愿望，给我舒服的家。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，没有爱爱会变态，哦哦哦哦。现在又在一首是怎样？刀刃音乐是怎么样？我们说好了好不好？如果纸娃的话再一首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纸娃的话再来一首，拜托你饶了我了！我今天为了那个纸娃，我还愿唱了那一首歌，唱到一半你们说没感情，我还要欺骗我自己，我唱得很开心，我还要做动作，我还要比心。好，拜托，给我三个红，1500003红，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啊！这首歌是不是有料？今天的我很哦，笑起来，拜托，拜托，耶、yeah, ，笑啦！赞啦，阿勒尼亚，哎，一红了，一红了，干，给我红盘，轰轰，拜托，你就让我这个气势球起来，轰轰轰轰。大师兄，快回来吧，大师兄，哇，给我红，哦，耶，又一红，哟吼，两红了。万钻一红啊！笑起来！哇，又笑了！今天台子很软啊，可以合了，直接合吗？我没办法加这个趴数，没关系吗？直接合吧，对不对？10%中了吧，对不对？冲了，冲了！紫蛙，紫蛙，给我！紫蛙，哇！我真的爱你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对不起，我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刚刚太兴奋，我把 GoXL 啊给踢到，我电脑就爆开来，我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我全部软体全部都当掉了。啊，看我纸娃是真的吧？我中纸娃是真的吧？鸡掰啦，要排队啦，干鸡掰啦，哦鸡掰啦，要排队啦。马哥你。
还记得许下的誓愿吗？我一个月要吃素，我要吃素一个月，干太硬了吧！我早说要，我跟你讲，我妈听到我要吃素最开心了，我妈最想要我吃素了。先打给飞扬一下。喂，飞扬，抽到纸娃感觉怎么样？我想我应该已经回答你了。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啊，我是打算要到明年才要合了。啊，我想说，之前看你脸色没有很好，就玩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是50%，我跟你讲，还真的不是，还真的不是这100,000的问题哦，是问题是这个100,000竟然中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有感觉吗？那个直觉来了，就冲了就对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哎，我可以没什么谢的啦，支持你那么久了，小钱小钱。啊，不过一对一吃饭不太好。如果我下次那个桃园帮吃饭，我揪你 ，OK 吧？都行，没关系，都行 OK。因为一对一吃饭很奇怪啊，不用一对一，不用一对一，你就以你自己为主就好了。我是就是因为我是喜欢看你的台，所以懂吗？嗯，我懂，我懂。你现在说什么我都 OK， 我都没关系。而且你看，你现在还剩一堆钻，你可以去搞装备或是干嘛的。留着，好不好？你看你才多少就上纸了。阿汪 DC 是不是？喂，喂，阿汪，你信不信明天开始？阿汪，你还活着吗？阿汪。喂，阿汪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怎么不理我？你怎么不理我，阿汪？喂，我一起来就听到你双子了。对不起，刚刚那一瞬间没办法跟你分享。没有，这已经是今天发生最好的事情了。我看你一直抽，如果你一直花钱，我看你也很痛。我跟你讲一件事，还有一个更好的事情，我要吃素一个月。啊，这个小事哦。哎呦，干！你看你的账号就会饱。好，对，我直接抽疯子，干叫我去吃土也行。你先挑一个你喜欢的菜啊，然后那个你就看着死亡骑士吃菜。狂暴小贱请吃饭，狂暴小贱请吃饭，吃，要不然你要收我律师信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在吸我的气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吸。不是我昨天心态很不好哎，合适是没中，我差点快跳楼嘞。其实你也不亏啊，你那时候中了怎么算都不亏啊，就是没赚啊，可是不亏啊。对啊。你们这个到底是什么欧眼欧眼啊？哎、欸，你们有什么外送一天到晚被偷啊？我被偷四次，是观众偷的吧？我那时候后来感觉到好像是我这一栋的老外，那因为我楼下管理员跟我说，这边住蛮多外国人，然后有些就是手脚不干净，很夸张，为什么会有人偷别人外送？他就半夜没有人啊，他就回来的时候门口就直接拿了就上楼。那你要不要尝试一下点那个一星好评的，然后叫他多加一点垃圾东西在里面？我说不好意思，店员，你可以拉坨屎在我的那个便当里面吗？啊，如果他没偷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就让他吃吧，我都中纸娃了，对不对？也对啦。哎、欸，阿土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西南是不是明天要帮你弄东西？他明天要去帮我装网路，他不用来找，他是直接去我新家装。看他好像工具人。他一直跟我说没事，你什么事情都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解决。我说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他说我每天都有空。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 gay。然后，但是他也是屁话啦。今天那个电信打给他，他在睡死，完全没接。反正他就是什么都没问题，但是会一直出问题。他也怀疑你是 gay。他才是啦。没有，等疫情吧，可能。明年底或是到时候再看吧。啊，沙哥都还没有办，我又不急，对吧？那个办起来麻烦，我都嫌麻烦。行啊，小健到时候结婚也是怕嫌麻烦。我还没有另一半办，会不会想太多？你会不会闪婚？我可能是会，我可能是忽然就想说啊，今天要结婚就会结婚那种。我可以不办婚礼啊，但是要拍婚纱啊。你会排斥异地恋吗？就是国籍的？不会啊。哦，不会就对了。喜欢就好啊。啊，为什么聊天室都在刷韩国？什么意思？是因为最近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女孩子哦，意外啊，因为有一天她不小心杀了我，然后我们是联盟，所以我就很生气，我就飞过去砍她，然后就发现她实况组，人家说她有房，然后有车，还有一间咖啡店，那你等什么去啊？哈，没有，她说到时候等疫情过后要来台湾找我们桃园帮的玩啊，不是找我们桃园帮的玩，没有，小贱。找你玩吧，所以差不多意思就是下次疫情结束之后他来台湾，然后你们差不多意思对了，感觉对了，就结了，对吧？不是吧，结婚这种事情呢最少要住2年，要看得出对方的那个丑陋的这个那一面，如果你没办法接受他丑陋的那一面，你怎么有办法跟他结婚？你跟他结婚你就要照顾他一辈子。哎、欸，他有一天在洗澡，然后洗到一半那门弹开了，他说问我说我是不是偷看他洗澡，
没有，我就跟你讲说，你那个门一定是没有关紧。你要说没有，不可能，我看过了。老板他那一阵子洗澡门都是打开的。我说有什么洗澡不关门？他说怕有人在边里面偷看，所以他直接把门打开。哦，与其用小缝缝被偷看，不如光明正大看光光。感觉真的很奇怪。我之前跟你去住，你不是也去闻草吗？你那个打呼也是超屌的。我那时候在日本，然后我又发烧发高烧，那时候我发高烧还会被你打呼吵醒，我就觉得我好像要死了一样。我就买了那个日本的耳塞，怎样塞都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那时候真的很严重，但蛋卷还不爽我说我一定在装病，你知道吗？我看那时候我听到我整个把火山快爆发了。我回台湾的时候直接烧起来，然后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说我得流感。对啊，刚我也得了流感啊。所以你是被我传染的。我是被小雀儿传染的，可是小雀儿没事。可是阿汪跟我同一间，他没事，身体很屌。阿汪那不一样啊，那是非等闲的身体哈，兽人的身体没事不会传染的。